有关于生物体内糖类系数何等正确，糖类是细胞内含量最多的有机化合物吗？当然不是哦，应该是蛋白质吧，蛋白质才是我们细胞内含量最多的有机化合物，水第一名，但水不是有机物，所以有机物第一名是蛋白质，所以 A 错了。 B 选项，葡萄糖和果糖聚在一起的是谁？葡萄糖和果糖聚在一起的应该是蔗糖吧，对不对？我们说甘蔗是水果啊，它是这葡萄糖和果糖啊，葡加果。那如果是麦芽糖呢，是葡加葡，葡萄糖加葡萄糖才会形成麦芽糖，形成麦芽糖这种双糖，所以 B 错了。C 选项，单糖可以经过脱水而合成寡糖吗？可以呀，就是两个单糖或三个单糖加在一起形成三糖，过程中会排出两分子的水，因为每形成一个键结会脱一分子水，所以脱水反应是合成，是同化作用，是合成反应，所以我的单糖可以合成成寡糖是对的，所以 C 是对的。最后一个，多糖形成生物体的结构，所以人体皆无法利用吗？哎，不是，有例外的，多糖中还有淀粉也是多糖的，淀粉和甘糖是人体可以利用的多糖，请说。第六题，好，那猪有没有问题？所以猪就不对了哦。好，